年感恩节，维多利亚·贝克汉姆在自己的 NS 上晒了一袭火鸡装装扮，十分有趣。贝嫂躺在地板上，穿着满是火红色羽绒的紧身衣，并配吻“感恩节快乐”吻，黑色秀丽长发自然滑下，嘴唇似乎也增添了一丝浆果红，英伦风范十足。同时，维多利亚与闺蜜伊娃接受采访时，透露出她对生活的感激。这位时尚辣妈还把最强劲的手臂和美腿全部展示在镜头前。她回忆起遇到丈夫贝克汉姆时是多么幸运，也相信了一见钟情确实存在。1999年，两人步入婚姻殿堂，生活幸福美满，还共同抚养了四个孩子：18岁的大儿子布鲁克林，15岁的儿子罗密欧，12岁的克鲁斯和7岁的小女儿哈勃。在采访中，维多利亚还讲述了小女儿哈勃的到来，使她对生活充满感激之情。